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赵海清把你从总行调回分行的，是吧？赵海清以前把你害得这么惨，你怎么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他了呢？嗯？还有，还特地让你去负责这笔内保外贷的业务，为什么呀？ 嗯，你明明知道这两个亿是违规操作，你还在继续给他们操作这笔钱，为什么呀？淼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捏在人家手里了？哥，嗯，这事都过去了，咱们吃饭吧。 我们正要去抓孙明跟赵海清的时候，让他们提前跑了，是不是你给他们通了风报的信啊？不是啊，怎么会呢？你忘了你哥是干什么的了？我是不是警察呀？你看我抓过多少人，也审过多少人，而且你又是我妹，从小一撒谎我就知道你的表情是什么样子。 干什么去？苗苗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跟你哥说还来得及，我还能帮到你。帮什么帮啊？哥，你看都没有汤，我就给你做个汤啊。